了十几条土林，钓了三十斤罗非，钓了多少条了？百来条吧，又切线了。游钓广东的第46天，今天来到洗马井水库，前几天也来过，坐在那边，全都是非洲的土林。听钓友留言，库尾这边才是广东的土林。今天我又来了。像个短子线，没教钓法，一定要上一个短子线，一定要上短子线，一定要短子线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还不会的去看我第一个视频。Nice， 这里水深1米半，先简简单单打个窝。魏鱼大师又过来喂鱼了，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。老魏又来打窝了喂。先把早餐吃掉，让他发发窝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今天用我们的鲶鱼现身做钓，挤压空气，专门钓鲶鱼。今天用4米15的面条杆，3号的主线，2号的直线，0.8新关东拉饵。周尼开始喂鱼。今天我来这里，绝对又是不好钓。好钓，好钓，绝对好钓。中鱼！喂，土林来了！哎呦你！你！我差点下去了。第一条土林跑了，差点人还下去打窝了。你别笑。走，你继续来吧。中鱼！又是土林，哎，罗非，广东土林都跑了，用这个非洲的土林压下户，进去吧。是那么大的广东土林，两杆20多条的非洲土林，能不能来一条广东的土林哦？走你，小黑，狂狗没有？狂狗啊，土林一直狂拉了，打我那么多个电话，上了几条？上了蛮多的。吹牛是越来越牛皮了，几十条，坐那里，坐那里，到到了。窝里来土林了。赶紧把相机拍好，进去吧你！又来一个，第二条鲶鱼的。哎！又来一条，又中鱼。大哥，钓了多少条了？百来条吧，又切线了，大鱼都跑了。我都说啦，这里肯定狂啦，要不然我不会一直打电话催你啊。对啊，下次再来嘛。再看一下这位兄弟钓了多少吧。你要收工了吗？准备走了。钓了好几百条哦。哇，好棒，真厉害！欢乐的时间过得真系快，又系到时候同大家讲拜拜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也回去吧，看一下鱼货。钓了十几条土林，钓了30斤罗非。